三国志卷十九魏书十九。任城陈萧王传。任城威王章，字子文。少善射御，履历过人，手格猛兽。不避险阻。数从征伐，志意慷慨。太祖常议之曰：“汝不念读书目圣道，而好乘悍马疾剑，此一夫之用，保足贵也。”刻章。读诗书，章谓左右曰：“丈夫亦为魏，或将十万骑，持沙漠，驱戎狄，立功建号耳，何能作博士邪？”太祖常问诸子所好，使各言其志。章曰：“好为将。”太祖曰：“为将乃何？”对曰：“备兼执锐，临难不顾，为士卒先，赏必行，罚必信。”太祖大笑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封鄢陵侯。二十三年，代郡乌丸反，以章为北中郎将、行骁骑将军。临发，太祖戒章曰：“居家为父子，受事为君臣，动以王法从。”是，尔其戒之。章北征，入涿郡界，叛胡数千骑卒至，食兵马未及，唯有步卒千人，骑数百匹。用田欲计，固守要隙，鲁乃退散。章追之，身自搏战，射胡骑，应弦而到者前后相属。战过半日，章凯中数箭，意气毅力，乘胜遂北，至于桑干，去待二百余里。常使诸将皆以为心射远，是马疲顿，以受节度部的过待，不可深进，唯令轻敌。章曰：“律师而行，为利所在。何节度乎？胡走未远，追之必破。从令纵敌，非良将也。”遂上马，令军中后出者斩。一日一夜与鲁相及，及大破之，斩首获身以千数。章乃被长科大赐将士，将士无不悦喜。时鲜卑大人科比能枪数万骑观望强弱，见章力战，所向皆破，乃请服北方西平。时太祖在长安，召章一行在所，章自带过。 PG 403。夜，太子谓章曰：“卿心有功，今夕见上，一物自罚，应对常若不足者。”章道：“如太子言，归功诸将。”太祖喜，持章须曰：“皇须而敬大齐也。”太祖东海，以章行越骑将军，留长安。太祖至洛阳，得吉，亦召章。未至，太祖崩。文帝即王位，章与诸侯救国。诏曰：“先王之道，拥勋亲卿，并建母弟，开国成家，故能翻平大宗，御无厌难。章前受命北伐，亲定朔土，绝功冒烟，增邑五千，并前万户。皇初二年，晋爵为公。三年，立为任城王。四年，朝京都，即薨于邸，谥曰威。至葬，赐鸾鹿、龙骑、虎贲百人，如汉东平王故事。子凯嗣，喜封中牧。五年，改封任城县太。和六年，复改封任城国，十五县二千五百户。青龙三年，凯作司遣官署议中上方作禁物，
萧县2000户。正始七年，徙封济南3000户。正元、景元初，连增邑凡4400户。陈思王侄字子建，年十岁余，诵读诗论及词赋数10万言，善数文。太祖常视其文，谓侄曰：“汝欠人邪？”侄贵曰：“言出为伦，下笔成章，故当面试，奈何欠人？”时也，同觉台新城，太祖西将诸子登台，使各为父。直元比立臣可观，太祖甚异之，性简易，不至威仪。与马服饰，步上华丽。每进见难问，应声而对，特见宠爱。建安16年，封平原侯。19年，徙封临淄侯。太祖征孙权，使之留守邺，戒之曰：“吾昔为顿丘令，年23，思此时所行，无悔于今。今如年亦23矣，可不免与？”直既以才见异，而丁仪、丁义、杨修等为之与义。太祖狐疑，己为太子者数矣，而直任性而行，不自雕立，饮酒不节。文帝欲之以数，矫情自恃，宫人左右并为之说，故遂定为嗣。22年，增直邑5000，并前1000户。直常乘车行驰道中，开司马门出，太祖大怒，公车令作死。由是众诸侯苛进，而直宠日衰。太祖纪律中始之变，以杨修颇有。PG404。才策而又元氏之身也，于是以罪诛修。直邑内部自安。24年，曹仁为关羽所为。太祖以直为南中郎将，行征虏将军。欲遣救人，忽有所斥戒，直罪不能受命，于是悔而罢之。文帝即王位，诸丁仪、丁义并其南口，直与诸侯并救国。皇初2年，监国业者冠军西止，奏直罪酒被慢，结挟使者，有司请治罪，帝以太后故，贬爵安乡侯。其年改封卷城侯。3年，立为卷城王，邑2500户。4年，徙封雍丘王。其年，朝京都。尚书曰：“臣自报姓归。”翻克击克骨，追思罪利，昼分而食，夜分而寝。臣以天往不可重离，圣恩难可再世，切感相属之偏，无理传死之意，形影相吊，五情愧难，以罪弃身，则为古贤细改之劝忍，活苟全，则犯诗人胡言之机。夫为陛下德向天地，恩隆父母，诗唱春风，则如时雨，是以不别荆棘者，庆云之会也。七子君养者，施鸠之人也；舍罪则功者，明君之举也。精于爱能者，慈父之恩也；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。前奉诏书，臣等绝朝，心离志绝，自分皇考无复职归之望，不图甚。赵伟垂持诏，制止之日，持心捻骨，辟处西馆，为奉阙亭，咏月之怀，瞻望反侧，谨拜表现诗2篇，其词曰：“
于目显考。时为武皇，受命于天，宁济四方，诸其所服，九世被攘，玄化滂流，荒服来往，超商越州，与唐比宗，笃身我皇，义士在聪，武则肃烈，文则实庸，受谗言汉，临君万邦，万邦计划绿油，旧则广命一清，以藩亡国，帝日耳侯，军资清上，演有海滨，方舟于鲁，车服有辉，其章有序，汲汲卷意，我必我服。一语小鱼是宠骄淫，举挂石网，动乱国经，作藩作平，先鬼事堕，作我皇使，犯我朝仪，国有典型，我消我处，将至于理，元凶是律，明明天子，实睹同类，不忍我行，报之朝祀，唯彼直线。哀语小字，改封演义，于河之滨，古公弗至，有君无臣，荒淫。PG 405。知阙，谁必与身？穷穷仆夫，于彼既方，皆与小鱼，乃离思殃。赫赫天子，恩不遗物，关我玄冕，要我诸福，诸福光大，使我荣华，剖腹受欲，王爵世家，仰齿惊喜，俯直甚策，皇恩过隆，知臣触涕，兹我小子，玩凶是因，是残陵木，存愧却停，废感敖德，时恩世事，威灵改家，足以没耻，昊天罔极，性命不图，常惧颠沛，报罪黄庐，愿蒙史实，见其东岳，树立毫厘，为功自赎，为屈受命，知足勉励，甘赴江乡，奋歌舞，月天启其中，得会金鸡，持奉圣言，如可如鸡，心之云木，创以其碑，天高听碑，皇肯召为，又曰素臣明诏，应会黄都星辰，素驾秣马之车，命彼长途，素我真旅，朝发鸾台，系素兰主，茫茫原席，其其侍女，今彼宫田，乐我技术，原有盗墓，重因匪席，虽有石侯梁，积不黄石，望尘不过，面亦匪尤，仆夫景策，平路是游，悬似矮矮，扬镳飘沫，流风一横，青云沉，改射箭之兵，远山之威，尊彼何虎，黄板世皆西济关谷，或降或升，非参卷路，再请再兴，江潮甚黄，匪感厌宁，米节常务，指日传真，前驱举岁，后尘抗金，轮不坠运，鸾无废身，元济帝室，睡此西庸，家诏未赐，朝觐莫从，仰瞻沉郁，抚为阙庭，常怀永慕，忧心如醒，帝加其慈意，幽诏达免之。六年，帝东征，还过雍丘，信职公，增户五百。太和元年，屠封郡夷。二年，复还雍丘，直常自愤怨，暴戾弃而魔所失。尚书求自是曰：臣闻是之身世，入则是父，出则是君，是父上于荣亲，是君贵于兴国，故慈父不能爱无义之子，人君不能处无用之臣，夫论德而受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，量能而受爵者，必
命之臣也。故君无须受，臣无须受，须受谓之六举，须受谓之失禄、失之素餐所由作也。习二国不辞两国之任，其德厚也，但事不让燕鲁之风，其功大也。今臣蒙国重恩，三世于今矣。正值陛下升平之际，莫欲甚责，前论德教，可谓 PG 406。后信矣。而妾为东藩，爵在上列，身被清暖，口咽百味，目及华靡，耳卷丝竹者，绝众禄后之所至也。退念古之受爵禄者，有益于此，皆以公勤济国，辅主惠民。今臣无德可恕，无功可济。若此中年无益国朝，将挂封人，比其之机。是以上残悬，免抚愧诸福。方今天下一统，九州晏如，而故西有违命之属，东有不成之无，使边境未得脱甲，谋士未得高枕者，臣欲混同宇内以治太和也。故其灭有户而下公昭，臣客商掩而周得者，今陛下以圣明统事，将欲促文武之功，继臣康之隆，简贤受能，以方书赵虎之臣正欲四境为国爪牙者，可谓当矣。然而高鸟未挂于青角，鸢鱼未悬于钩耳者，恐钓射之术或未尽也。习耿眼不似光武，急急张布言不以贼疑于君父，故车又伏见于明谷，雍门稳守于其境，若此二世，岂恶身而上死哉？臣愤其慢主而临君也。夫君之宠臣，欲以除患心力，臣之事君，必以杀身尽乱，以公报主也。习假意若冠，求事属国，请系缠于之，谨而治其命。中军以妙年十月，欲得长缨因其亡，击至北阙。此二臣，岂好为夸主而要事哉？至或欲竭，欲逞其才力，殊能干明君也。习汉武为霍去病治地，辞曰：“匈奴未灭，臣无以家为。故夫忧国忘家，捐躯济难，忠臣之志也。今臣居外，非不厚也，而寝不安席，食不皇位者，夫以二方为客为念。福建先武皇帝武臣宿将，年其即逝者有闻矣。虽贤不乏事，宿将就卒，由习战阵，且不自量，志在效命，树立毛发之功，以报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，效臣追刀之用，使得西蜀大将军，当一笑之对。若东蜀大司马统偏州之任，必成为导线逞州奋离，突任处封为士卒先，虽未能勤全国量，蜀将虏其雄虑，兼其丑类，必效须臾之节，以灭终身之愧，使名挂史笔，世列朝册。虽身份蜀境，首献无阙，由生之年也。如 PG 407。唯才服饰，没事无闻，徒容其躯而丰其体，生无益于世，死无损于树，须和上位而舔众禄，勤习鸟事，忠于百首，此徒圈牢之养物，非臣之所至也。刘文东军师备，师徒小遇，
辍食弃餐，奋寐攘刃，抚见东顾，而心已迟于吴会矣。臣习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，东临沧海，西望玉门，北出玄塞，福建所以行军用兵之事，可谓神妙矣。故兵者不可预言，临难而致变者也。至欲自效于民时，立功于盛世，每览史籍，观古忠臣义士，出一朝之命，以殉国家之难，身虽屠裂而功名者于鼎中，名称垂于竹帛，未尝不抚心而叹息也。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，故奔北败军之将用奏鲁以成其功，绝因盗马之陈涉楚赵以济其难。臣妾感先帝早崩，威王气势，臣独何人以堪长久？常恐先朝露，田沟壑，坟土未干而身民病灭。臣闻其计长明，则伯乐召其能；鲁狗悲号，则韩国之其才。是以孝之奇，楚之路，以逞千里之任，是之剿免之节，以验博士之用。今臣置狗马之为公，妾自为度，终无伯乐韩国之举，是以于义而妾自痛者也。夫临伯而气悚，闻乐而妾变者，或有赏因而食道也。习毛遂召之培力，有假追囊之欲，以物主立功，何况微微大位多是之朝，而无慷慨死难之臣乎？夫自炫自美者，是女之丑行也，干时求进者，道家之名计也。而臣敢臣闻于陛下者，臣与国分行同气，忧患共之者也。既以臣物之为补益山海，银烛墨光增辉日月，是以敢冒其丑而陷其中。三年，喜封东阿。五年，复上书求存问亲戚，因至其意曰：一闻天称其高者，以无不覆；得称其广者，以无不载；日月称其明者，以无不照；江海称其大者，以无不容。故孔子曰：大哉尧之为君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。夫天得之于万物，可谓宏广矣。盖尧之为教，先亲后疏，自近及远。其传曰 PG 408。克明俊德，以清九族，九族祭牧，平章百姓，及周之文。王义崇绝化其诗曰：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欲于家邦，是以庸庸穆穆，封人勇之。习周公吊馆，蔡之不贤广，封义卿以翻平王室。传曰：周之宗盟，义信为后臣，骨肉之恩爽而不离，卿卿之义实在敦固，未有义而后其君人而疑其亲者也。夫为陛下资帝堂亲民之德，体闻王义义之人，会洽交房，恩昭九族，群后百僚，翻修地上，执政不废于公朝，下秦的斩于私事，清理之路通，庆吊之情斩，臣可谓恕己至人，推会师恩者矣。至于臣者，人道绝序，禁锢名实，臣妾自伤也，不敢过忘娇气类，修人事，续人伦，敬且婚垢不通，兄弟乖绝，即兄之问塞，庆吊之礼费，恩济之为，甚于路人，隔阂之意
书。于胡曰：“今臣以一切之志，永无朝觐之望，至于助兴皇极节，请子踏神明知之矣。然天时为之，谓之何哉？退为诸王常有戚戚惧耳之心，愿陛下沛然垂诏，使诸国庆问四节的斩矣。续骨肉之欢思，全夷夷之独意，非妾之家，高木之仪，遂得在通其意于贵宗等，会于百司。如此，则古人之所叹，风雅之所咏，复存于盛世矣。臣服自为省，无追刀之用。即观陛下之所拔受，若以臣为异性，妾自料度，不厚于朝事矣。若得此远游，待无变，解位祖配轻服，驸马奉车去的一号，安宅京室，直鞭耳鼻。初从华盖入室辇骨，臣答甚问，时移左右，乃臣丹臣之志愿，不离于梦想者也。远目鹿鸣，君臣之宴，忠勇长帝匪他之戒，下思伐木有生之意，中怀了额往极之哀，每四节之会，快然独处，左右为扑立，所对为妻子，高谈摩索与臣，发意摩索与斩，未尝不闻乐而抚心，临伤而叹息也。臣服以为犬马之臣不能动人，辟人之臣不能动天。崩臣陨霜，臣出信。PG409之以臣心旷，徒须与耳。若葵获之青叶，太阳虽不为之回光，然向之者臣也。翘自比于葵获，若降天地之师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实在陛下。臣闻文子曰：“不为福使，不为祸先。今之否革，有余痛忧，而臣独畅言者，妾不愿于盛世时有不蒙师之物。有不蒙师之物，必有惨毒之怀。故亳州有天子之怨，古风有气宇之叹。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。孟子曰：不以舜之所以是尧是其君者，不敬其君者也。臣之于弊，故非于一。至于御史陛下遂光备时庸之美，宣基熙张明之德者，是臣数楼数楼之臣，妾所独守，实怀鹤立气柱之心。感复臣闻者，即陛下倘发天聪而垂神听也。诏报曰：盖教化所由，各有龙蔽，非皆善始而恶终也。是始之然，故夫忠厚人及草木，则行伪之失作，恩则衰薄，不清九族，则矫公之章次。今令诸国兄弟情理简待，非妾之家，高木疏略，正纵不能敦而牧之，王元古欲亦备息矣。何言今臣不足以感通哉？夫名贵贱，崇清清，礼贤良，顺少长，国之纲纪，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兆也。矫枉过正，下利俱浅，以至于此耳。以赤有私，如王所诉。直复尚书丞沈举之意曰：臣闻天地邪气而万物生，君臣何德而数正臣？五帝之事非皆治，三纪之末非皆愚，用与不用，知与不知也。既时有举贤之名，而无得贤之时，必各圆其类而敬矣。晏曰：乡门有乡，
将门有将。夫乡者，文德昭者也。将者，武功烈者也。文德昭，则可以匡国朝，治雍熙，济杞魁龙氏也；武功烈，则可以征不停，威四夷，南众，方舒氏。以袭衣引之为应臣，至见也；履上之处涂掉，至漏也。及其见举于汤武、周文、陈道和志同，玄魔神通，岂复假进袭之见？因左右之戒哉？书曰：有不世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，用不。 PG410 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。因周二王是矣。若夫卧辍进步，尊长守固，安足为陛下言哉？故阴阳不和，三光不畅，官况无人，数政不整者，三司之责也。疆场骚动，方于内倾，美军丧众，干戈不息者，边将之忧也。岂可虚何国宠而不称其任哉？故任一龙者负一众，位一高者则一身书称无况数官师有直恩其忧，此其意也。陛下体天真之书圣，登神机以祭统，祭文康哉之歌，演五行文之美。而数年以来，水旱不时，民困衣食，师徒之发岁岁增调，家东有腐败之君，西有一枚之将，至时傍蛤浮翔于怀，四魂又幻华于陵墓。臣每念之，未尝不辍食而挥餐，临伤而亿万矣。习汉文发代，夷朝有变。宋昌曰：内有朱虚，东牧之清，外有齐、楚、淮南、琅邪，此则磐石之宗，愿王物宜臣服为陛下远览基文二国之源，中绿州臣赵必之府下存宋昌磐石之故，习其迹之于五板，可谓困矣。及其伯乐乡之孙游遇之，形体不劳而作取千里。盖伯乐善御马，明君善御臣，伯乐驰千里，明君至太平，臣任贤使能之名效也。若朝思为良，万机内里，武将行师，方难克米。陛下可得雍容都城，何事劳动銮驾，暴露于边境哉？臣闻羊直虎皮，见草则跃，见柴则战，望其皮之虎也。今治疆不良，有似于此。故语曰：患为知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为也。习月一奔赵，心不望燕，廉颇在楚，思为赵将。臣身忽乱，常呼君，又数臣教于武皇帝，忧见行师用兵之要，不必取孙，吾而暗与之和。窃魁之于心，常愿的一奉朝觐，排荆门，捣玉璧，列有职之臣，赐须臾之间，使臣的一散所怀，鲁书运积死不恨矣。被鸿胪所下发誓袭书，其会甚急。又闻鲍伟以见荣宣物驾，陛下将复劳御功，扰挂神思，臣臣悚袭，不遑宁处愿的。 PG411 策马之鞭，首当陈漏，搓风后之旗，皆孙吴之要，追目补伤，岂与左右效命先驱，毙命轮毂，虽无大义，既有小步。然天高听远，情不上通，徒独望青云而抚心，
仰高天而叹息耳。屈平曰：国有祭而不知臣，燕惶惶而更所习管蔡放诸周，赵作弊，书于现行，书向匡国。三奸之性，臣自当之耳。南之府，求必不远。华宗贵族，藩王之中，必有应思举者。故传曰：吾周公之亲，不得行周公之事，唯陛下少留意。焉近者汉室广见藩王，封则连臣数十，约则享食祖祭而已。未若积周之数国，五等之品质也。若扶苏之见始皇，淳于越之，南周清臣，可谓之时变矣。夫能使天下亲耳注目者，当权者是矣。故谋能遗嘱，威能设下，豪幼执政，不在亲戚，权之所在。虽疏必众，视之所去；虽亲必亲，盖取其者田族，非吕宗也。分晋者赵、魏，非姬姓也。唯陛下察之。苟即专其位，兄离其患者，异姓之臣也。欲国之安，其家之贵，存共其荣，没同其或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，臣妾祸焉。臣闻孟子曰：君子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今臣与陛下见兵履探，登山伏见，寒温燥湿，高下共之，岂得离陛下哉？不甚愤懑，拜表陈情。若有不和，岂且藏之舒服，不便灭气，臣死之后，是或可思。若有毫厘少挂甚意者，岂出之朝堂，使夫博古之事，纠臣表之不合意者，如是，则臣愿足矣。帝辄幽闻答报。其年冬，赵诸王朝六年正月，其二月，以陈四县封职为陈王，邑三千五百户。执每欲求别见独谈，论及时政，信计适用，终不能得。既还，怅然绝望。时法治，呆藩国既自郡破，辽蜀皆假树下财。兵人给其残老，大数不过二百人，又只以前过世事复减半。十一年中而三喜都，常急急无欢，遂发疾轰。十 PG 四百一十二年四十一，宜令薄葬，以小自治，保家之主也，欲立之。初，直登于山，临东阿，喟然有中焉之心，遂迎为幕。子至四，喜封冀北王。景初中诏曰：陈思王席虽有过失，即克己慎行，以补前阙，且自少至终，偏急不离于手，臣难能也。其收皇初，中诸奏执罪状，公卿以下议尚书、秘书、中书三府、大鸿胪者，皆削除之。撰录职前后所着附送诗名杂论凡百余篇，附葬内外，至类增益，并前灭九百九十户。萧怀王雄早薨。